这就是午饭，午饭啊，素馅儿的，韭菜鸡蛋馅儿的饺子，十一个啊。如果不够吃，待会儿再吃点面包啊，再来点果酱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啊。这个面包，这面包是超市买的。一塑料袋儿是俩啊，然后可以再，是吧？这有这个东西，果酱。这果酱都快吃没了，就剩下这么一点根儿了。这个叫浮根儿啊，浮根儿。11个饺子基本上也够了啊！碳水化合物、面粉、鸡蛋、韭菜，啊，里边还有点橄榄油或者是葵花籽的油。美好的一天，从韭菜鸡蛋馅的饺子，好吃不如饺子，是吧？还有后半句呢。